以色列选手瑟罗夫。瑟罗夫今天的表现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，他有两处出现了失误。首先第一个失误就是在内点三周接外点三周跳时，第二个跳落冰后步法滑出，三周半跳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，但是在步法连勾手三周跳时只做了一个勾手两周跳，不过这名运动员的旋转质量还是比较好的。刚才我们说到选手的勾手三周只完成了两周，那么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基础分将由原定的6.0降到了1.9。回放中来看，阿克塞三周完成的还算可以。这名选手的特点是在旋转他能够第二次加速，这个是很好的一点。选手在旋转的时候姿势固定之后加速，它也算是难度的变化。在回放中刚才看到他的连跳的第二个跳有些周数不足。以色列选手瑟罗夫。在这个赛季他是换了教练，他的前任教练曾经带过98年的冬奥会女单冠军塔拉利平斯基。瑟罗夫在3年前是结了婚，他的太太是同样也是一位花样滑选手。计时每分，以色列选手瑟罗夫计数分26.84分。